嗨，动物保护法于2016年9月1日正式生效啦。法律明确禁止售卖犬只及猫公食用，而即使是公食用的动物，饲主都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善待它们。如果将动物作科学应用，或者将鱼类以外的动物用于马戏团、公开展览或公开演出，都必须事前获得市政署许可，否则即属违法。还有啊，记得不可以售卖未满三个月的犬只及猫啊。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可以浏览市政署网页或者致电市政署市民服务热线2833-7676查询。